这湖就在这里嘛。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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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太棒了，太棒了。现在朝着4点钟下面，它不动。哎，就那里，就哦，游到那边去了，游得很快，游得很快，哎、嗯，游得很快，咻一下就游了。这是真的吧？真的吧？那个也是真的吧？不会是蜡的吧？哦，这个像蜡，这个像蜡做的。蜡做的，尤其是水滴在上面，你看到没有？像蜡做的。这个花也很漂亮。这个是牡丹了，牡丹哦，有些那个中国画家都画这东西，对，是不是？不简单呐，牡丹花现在还有啊，牡丹花是4月底5月的，这个都已经快谢了嘛，这是牡丹花，那个牡丹真漂亮，这个是 Japanese maple， 对啊，我们家秋天也是这个颜色，我们只有到牡丹到了花谢的时候。Okay. Stacy said, "We love here. We love it here." You
这个有牡丹花咯，什么鸟花都有。牡丹花，你看看这朵多漂亮，你看。它这个还真不简单，还挺多牡丹花的。黄川，哎哎，这个花好，紫色、黄色，那里哦有那个牡丹花，好漂亮。绣球花，好漂亮，在那里，牡丹花在那里，那个红，那个粉红丹花。开花开完了就变果了 ，OK。那个籽子，那个籽子可以拿来种。先开花再结果，对，你可以把两个回去长。长，对的。一样的，我觉得这个是。哦，这个花才 Q 呢，哎，你们没有看到这个？这紫色的花中间一个是、啊。好 Q。我也这是毛豆。哇，这个花才 Q 呢。紫色，你看看。像个 Mickey Mouse， 大红的是吧？啊、哦，有点好看了。你看这个橘红色的也漂亮、欸、Mickey Mouse 花，橘红色也漂亮、欸、这个橘红色的花一层一层那么多哈，那个 Mickey Mouse 很奇怪、啊、长得好奇怪啊，这是有两个耳朵的。华丽，你讲牡丹，牡丹。Exactly right， 同样的。Right。好好好。我想要玫瑰花一样。对，好漂亮啊！好，你再拿一下哈。好的好的。好好好。各个花纸呀。Great， that's great。漂亮啊！你没有看到红牡丹啊？那边，这个白牡丹，这红牡丹有一些线。Ghost Town 也是他的，对，他那边猛建建个好大的地方，后面那个大旅馆，对对对，后面还没开，还没开，会真到哪去找啊？找不到，你找不到那种东西。这种东西都在 National Park， 你怎么给他？哎，你看到这花没有？对。特别的东西，它这里有一个缺点，你知道吗 ？Daylight 比较 short。这个挡着太阳，这个挡着太阳。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对，早上他妈的不到八九点，太阳照不到，还没太阳。对，没太阳。可是它这过去是实在太棒了，是得天独厚。得天独厚，对啊。就面对着水，就是Granite，就是Granite。这石头，你看那个脸，不得了啊！不得了，这块地可以。问题这块地就窄了一点，窄了一点，窄了一点，也不能再发展。窄，第一窄了，第二还有一条飞位在旁边，好一点，好了一点。对，没有 expansion 的话，怕这个据点的距离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你要现在选了，刚好一天玩，人家来不是看这个风，对，在看其他的风，对。而且要顺便的时间恰恰好，要该住。这个非常漂亮一个。它应该啊发展这个水上的这个 activity。它有一点 European taste，very good。很少看这么漂亮。当初我还在夸过去。So now you can qualify them。这已经卸掉了。